好，我讲点佛学的。他手来了，有一个动作，对我是进攻的。现在他是手掌，他可能会变成。那这个是相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相？是。啊，你看到了相，那你也就着相，是不是？好，再退回去。啊，他打过来，那你打吧。我没相，了解吗？慢慢看。懂了几个？会打还不懂？好，下面来看啊，下面看清楚啊。以前那个什么楚留香的，还是天龙八部？益阳。哦，天龙八部，他这个弹指神功的，对，好，你好。涨价了，好，我再好，我不着相啊，假的了，不着相是绝对假的。我告诉你哈，人的视力一秒钟有多少次？以零极限里面讲，大概一瞬间大概有50000个位元。你虽然没有出去想，但是你已经50000了。你已经比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很多问题出来了，不可能的。你看那么大的个，来来来，后面再点一个，好不好？哎，免得他作怪。那么多，不要。你怎么弹得出去呢？对不对？我讲过了，没有，了解吗？你有相就要考虑了。哦，我告诉你，十个一样哦，一个打起来，十个都不见。事实上，你们已经压力很大，懂了吗？一个，哇，后面来再十个，这一串怎么打？一个都打不起来，十个都打不起来，一个打不起来，十个都打不起来。为什么？找相。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我已经讲了很久了。好，你关掉，你来试。